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 Milano Yuki， 今日咧就会同你哋大家讲下点样做呢个海堤山吹嘅任务。咁啊，喺嗰个任务栏里边咧，点呢个蓝色呢个任务表啦。呢个错嘅，系啦，点呢、剧情任务啦，跟住揀翻海堤呢、這个，揀山吹，跟住揀开始。咁我做咗含子、胡桃藥菜啦、藍子同埋桃子噶啦。咁啊，要準備嘅條件嘅物品咧有海堤桃子啦。因為有啲地方需要佢桃子先會觸發嘅。係啦，咁啊，所以另外咧就要準備呢一個嘅你嘅等級要30 level 以上啦。咁同埋你嗰個嘅任務點咧就要10點或者以上嘅，係啦。咁至於個任務詳細嗰個流程咧，我會喺發片之後會放喺個 YouTube 下面嘅嗰個 info 裏邊，咁可以方便大家瀏覽啦。咁必須材料咧就有水晶一個啦，係啦，同埋呢個水晶破片5塊嘅。咁呢度咧基本上可以喺你哋嘅 server 上面裏邊。嘅一個嘅上城或者啲商NPC 啊或者玩家裏邊咧可以換得到嘅，係啦。咁依家開始做啦。咁我哋第一個地方就要去呢個君南島。咁另外最近咧我都做完呢個飛空艇改造啦。咁個飛空艇暫時都冇乜點樣執過啦。咁因為都係弱弱咁用嘅啫。咁啊去君南島先。带埋桃子一齐走啦，全头。好，咁上翻飞空艇，拎翻只桃子先。好，桃子暂时跟我过嚟啦。好，揿错掣，落翻去。好啦，咁第一 part 咧就系装备呢个桃子啦。收咗呢个先，装备呢个桃子，因为啱啱loading 完，咁所以要等一等。咁你见到依家个 event 已经着咗啦，因为我已经开始做噶啦，咁啊，其实跟住个流程做嘅啫，只不过我想 show 埋出嚟俾大家睇下点样做咁样啦。系啦，咁啊，依家就等等啦。好，桃子装备，然后去触发呢一个嘅任务啦。问呢一个商人啦，君南岛里边嘅商人。系咁，呢啲剧情嘅嘢我哋就飞咗去啦。睇下先。咁佢揾商人咧，揾老手商人啦。老手商人问你有冇听过呢个哭喊声，咁你就话听过。咁啊，跟住就会送你去呢个嘅中，会请你送嘢去呢个中央城，即系上城啦。跟住行会商人里面嘅四楼，搵呢个行会商人，系啦，咁就应该会送你过去嘅。关于山吹任务，请你送嘢翻去啦。咁啊，所以我而家翻去上城啦。系啦，翻去上城嘅四楼商人啦，行会商人揾呢一个嘅商人去任先嘅。好，咁啊，依家咧就行去行会商人啦，四楼就揾呢一个 NPC 对话，加翻啲物品俾佢。咁送咗个 gift 俾我哋，有一个右手用嘅手持金属制嘅 gift， 哇，都几重喎。咁去四楼啦，咁啊，行会商人，行会商人喺呢度应该。
埋呢个，系啦，同呢一个十二点钟方向。冲完之后呢，去到上城嘅行会四楼上面咧，北边即系十二点钟方向啦。咁佢就会倾完之后就会跳一堆人出嚟，系啦。咁然后就再同呢个南路啊，南路即系呢一个老婆婆倾偈，跟住再同呢个行会商人对话啦，呢、这个员工对话啦。先再同呢个婆婆对话啦。好啦，咁对话完之后呢，就可以出翻去啦。出翻去之后呢，就揾呢一个嘅上城阿姨，即系裁缝阿姨倾偈。十点钟方向，咁啊出去揾上城阿姨啦。咁最主要咧，呢、這个任务都系做呢个山吹嘅。咁做完山吹，因为我需要拎可能白字黑字啊，咁所以要做埋之前啲开题先嘅。因为我之前都用开黑字，如果我自己中意嘅话，咁啊同佢讲完啦，跟住翻呢个嘅军舰岛对话，系啦，翻去揾军舰岛，跟住咧。就找这个老手商人对话。那现在有自己飞空艇就方便一点了。好，那找个老手商人对话。对话完之后呢，他就说需要用一些物品的。佢就得先啦。等佢讲完之后咧，就会翻叫佢翻去揾呢一个上城，揾呢个响度机械人倾偈。睇嚟呢度都好多地方要去啊，所以需要呢个嘅飞空艇真系好需要噶呢、這个任务嚟讲。好，武炭用。補充碳先，碳補充係50個補充咗，係啦。咁我哋去呢個上城啦。然後咧，去呢個揾上城嘅行會商人門口。在這裡是的，咁因为呢个任务都应该好简单嘅啫，最主要你准备好晒啲水晶啊、水晶碎片就得噶啦。咁同佢对话啦。对话完之后咧，就翻翻去上城调查啦，应该去翻行会嘅五楼。咁呢一 part 咧，同个机械人对完之后咧，就第六点，依家去到第七步啦，就去上城嘅行会五楼上面嘅北边传送点。五楼，行错咗添，去咗四楼。再上多一层，就是十二点方向啦，又系。咁佢话唔俾你入去嘅，咁唔俾你入去咧，人类嘅角色咧就请变成木偶再入去。咁睇完山吹嘅对话之后咧，就可以去揾呢一个下城嘅古典度古典嘅，即系嗰个古董屋嘅老板。咁其实我哋都可以直接入到去，只不过跟翻个 step 去做咧，就应该系呢度啦。
下城的西方的，应该古典老板，是古董老板。好啦，咁嚟到下城之后呢，就搵古董店老板呢就傾偈。老板有咩傾呀？佢就话需要呢个水晶一个，同埋呢个水晶碎片五个呢集合之后呢，咁水晶就可以喺光塔呀、地方打呀，佢就会讲。咁我哋就准备好晒㗎啦。咁准备好晒之后同佢对话多一次。咁制作。咁制作咗一个水晶嘅共振体出嚟嘅。好，咁制作咗呢个水晶共振体之后呢，就返返呢个上城嘅行会五楼对话。使用呢一个嘅水晶共振体，就喺迷之屋里面对话。咁我哋返上城啦。好，咁返到呢个行会商人五楼啦，跟住就去五楼啦，12点钟方向啦，就用嗰个嘅共振体道具呢，就突破佢嘅防御空间，係啦，咁就同佢傾偈，同呢个奇怪嘅少年傾偈，跟住同呢个迷之少年嘅本体就要打败佢，好似话咁啊，冇乜难度啦，就打完之后点呢？打完之后执咗佢，执咗样嘢，执咗样咩部件，唔知咩不明部件啦，我哋叫做咁啊。跟住翻翻上城嘅四楼，上城四楼行会商人就揾翻嗰个嘅12点钟方向，揾翻行会商人对话总管啊。咁同翻呢个对话啦，对话完之后呢，咁就去海堤君澜岛，就揾翻呢个嘅老手商人对话，咁就同呢一个任务讲声，应该差唔多到尾声噶啦，跟住就翻翻一楼啦。好啦，咁啊，翻去君澜岛再翻。好，咁翻到嚟君澜岛之后咧，咁就可以再同呢个商人对话啦。咁啊，完成咗呢个山吹嘅海堤任务噶啦。系，冇错。咁山吹出嚟啦。咁山吹将会咧摆翻落去我嘅飞空艇里面做我哋嘅一家庭任务咁嘅。诶，咁啊，装备咗应该唔得。好，投资休息一下先。山吹，耶、yeah ，系啦，到咗啦，山吹就入手。好，咁今日咧就暂时系咁多先。咁基本上个任务就咁简单，就是、最基本就系你准备定水晶一个啦，同埋水晶碎片五个，跟住跟翻个流程做咧就可以搞掂晒。咁运输工具就当然有飞空艇改造咗嘅飞空艇咧，可以四维移动就最好嘅。好，咁咪系咁先，拜拜。